文贵先生曾经告诉我们，当美国出现这三样条件的时候，中共国就灭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条件是哪三个条件。这次如果共产党不灭，西方将灭。这个西方世界要停止三件事：第一个，不能媒体再替共产党说好，掩盖真相，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经济上绝对不能再支持共产党；第三条，整个西方世界必须维护人道、法治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利。这三条只要做到了，共产党必灭。哇！那空空，你觉得这三条我们做到了没有？我觉得现在每一条都做到了，而且越来做的越多，越来做的越扎实。这三条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在我们的3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美国独立媒体的加入。现在不是中国人要灭共了，是美国人要灭共了。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要保卫美国。那第二条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在做。前美国驻荷兰大使 Pete 先生，他是18年的国会议员，他说我们要希望能够通过经济跟外交的方法来灭共。在他演讲之前，我跟他分享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跟他解释了为什么 Bob Fu 是个坏人，中共国是怎么样用欺骗和极度邪恶的手段来夺取美国的。他恍然大悟，然后他还问我要了很多的资料。过了2天之后，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发给了这位 Pete 先生。他说他要帮助密歇根人和帮助那些企业来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他会不会去做？他当然会去做，而且他不会是唯一一个美国人去让美国和中国脱钩的这么一个爱国人。那最后一个，也就是文贵先生说的，世界要尊重人道、尊重法治、尊重中国人民要灭共、推翻暴政的这么一个争取自由的希望跟愿望。那他们有没有？当然有，所以我们已经在成功的路上。就像体制内的战友跟文贵先生说的那样，黎明就要来了，我们深信那一刻的到来。